我哋工作喺出面嘅人睇起上嚟咧，就會覺得係好危險。但係喺我個人嚟講咧，我就覺得咧，危險咧就唔存在嘅。你一定要責任心同埋細心，有膽識，先能夠喺呢行咧先有信心。大家都平平安安收工，咁誒翻屋企，咁誒休息，咁誒迎接聽日嘅工作。呢个位于东九龙嘅安达臣道发展计划，占地20公顷，将会兴建公屋同公共设施。不过在动工前，首先要平整好土地。负责为这个地盘设计爆破的周耀东说，大约用了3年多时间才可以将一半的山头移平。现在整个工程完成了70%。我初初来到地盘的时候，我看到就是个地方很大，个环境是很复杂。附近咧有好多個屋村喺度，我都覺得呢度咧爆石嗰個警覺性咧要好高。幾十年嚟，香港一直採用爆石轉山嘅方式增加用地，容納不斷上升嘅人口。70年代，周耀东在台湾读完化学工程之后，回香港在炸药公司做销售和技术支援的工作。直至10年前，他转投建造业。现在的工作是因应地形和环境进行爆破设计。咁样决定做咧，就系呢度减药，个 stamping 啊，即系留多啲。我谂住呢度咧就减多啲炮。做爆破設計先，當然你對炸藥有認識啦。普遍你知道炸藥嘅一般嘅性能、雷管嘅性能，你點樣使用？過去3年，周耀東喺呢個地盤平均每星期進行5次爆破。當爆破嘅位置好接近附近嘅民居，為咗減低對居民嘅影響，每次動工之前，佢都會做足準備功夫。附近嗰個地區咧，如果係有敏感嘅地方，譬如好似嗰啲煤氣喉啊、水管啊、水塘啊之類咧，我哋要諗埋嗰個震動，佢可以接受幾多，咁我哋然後先至嚟將嗰個爆破嗰個範圍同埋窿嘅大細啊，裝幾多藥啊，咁樣考慮埋噶。系 Tony， 同你傾傾禮拜一嗰間炮嗰、那個一炮口，我自己係唔夠嘅，二超過咗16米啦，我哋個裝嚟係啦。咁啊，預期係咁咧，我哋分6米、10米咁樣燒落去啦，好嘛？10米半喎。曹英權係呢個發展計劃嘅地盤總監，負責跟進工程嘅進度。佢話：每次爆破之前，一定同爆破組充分溝通，成個流程先可以萬無一失。因為每一個地形上的用藥或者在設計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，而我要需要將地盤的現狀反映回去給 Tony 設計，是一定要告訴他遇到什麼困難，從而在設計方面可以幫助得到我在外面的燒炮。我希望今天呢在3點鐘左右呢，我會進行封爐燒炮。 Tony 在裡面裝藥搏劫的情況要掌握得比較準一點。沒問題，因為今天有一間炮就很接近民居的，那我們就會減輕那個炸藥量，希望將那個震動啊、噪音啊減到最小。揀好了放炸藥的位置，每次他們都做足安全措施。在爆破之前，先放置俗称排山的铁网，爆破专用的胶垫，避免爆炸的时候石头飞出来造成意外。可能顶排山咧会唔够啊，数量咁样，剩低呢一度啲排山该系要喺下低攞上嚟咧，早啲唔知攞咗上嚟呢一度先。
爆破组总炮王亦都分配好人手，准备接收就快送到嚟嘅炸药。大家为你两个上车搬炮喎，两个炮车搬炮喎，每一车八箱咁样车上去。每次进行爆破之前，佢哋先会收到由矿务部专程运过嚟嘅炸药。由点收到施工，整个过程只有持牌的炮王和助手先有资格处理。我哋一定要 stand by 喺度，呢啲系危险品啊，就唔可以落到外人嘅手上噶。炸药咧就唔可以摆喺度等噶，咁我哋一定要接收咗，然后送去爆破区嗰度，跟住就去填装炸药。喺外人嚟睇咧，就會覺得係話好危險。咁喺我方面咧，我就唔係覺得有咩太大嘅特別，即係好似平時建築工程師或土木工程師都係咁上下，即係一份比較冷門啲嘅行業咯，可以咁講。當爆破遠離民居，佢哋就會選用呢種漿狀乳化炸藥，喺現場將兩種原料混合而成。呢種炸藥屬於高能量，敏感度極低。你一般用火燒嗰啲燒得唔着，都唔會爆，安全性好高。一定要需要好高能量嘅引爆，即係我哋嘅炮彈嚟將佢引爆嘅。地面爆破咧，安全係首要，因為若果係有咩錯失嘅話咧，好可能咧就有石飛出去你爆破嘅範圍之外。會打到其他的樓宇啊、汽車啊之類的嘢。爆出嚟的石咧，向住我的右手邊咁樣去。我民居就在呢邊，喺而家我的左手邊，都好安全。可以響曬輪清場。每次爆破之前15分钟，所有工作人员会疏散到安全地点。当然，除了爆破组的炮王，可以首先清理收购频道，巴士站同人。收到，04收到。炮王余兴可以响筛轮倒数，消防现在消防开始倒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现在正式消防。一爆破完之後咧，我哋即刻入嚟 check 睇下有冇失響。周生，二號牌嘅車科同埋二 A 嘅車科冇問題。解封，放車放人。因為我哋整個燒炮團隊咧，燒咗3年裏邊遇到要封路嘅咧，都不下50-60次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會睇得到就係咁順暢咧，就係平時嘅。訓練有素。呢一間燒得非常好嘅，燒得比較碎啲，咁多大石咧唔係太多，需要再重新處理嘅料都唔多，直接咧就可以劈開挖咁樣，非常好嘅呢間。香港地少人多，为了增加用地，除了爆石转山之外，在70年代已经开始挖隧道，兴建集体运输系统。好像现在建的西港岛线，全长大约3公里，总共有3个站，当中西营盘站、香港大学站和部分路段都是用爆破方法去兴建。
向係？哦，獅二嗰度咯。獅二啊？我哋想跟進下啲嘢。好啊，好啊。西港岛线在2009年开始动工，林锦成是这个项目的高级公务督察，他本身都是炮王，参与过六条港铁线的工程，有丰富的隧道爆破经验。我最主要是负责监督爆破那个运作，由他开始设计那个爆破和这个运送炸药啊、安装炸药啊，直至到他爆破完毕啊，对地面的震荡啊都要监管的。现在我们站在这个位置是将来港岛线的香港大学站来的，全长就250米。香港大学站呢那个爆破的面积比较大，所以就比较复杂一点。每次爆破完咧，咁我哋會落嚟睇一睇咯，揾機械去將佢清理乾淨。如果係仲有啲石質係唔係咁穩固嘅，咁我哋去鞏固啦，然後先至去做下一次嘅爆破。下一間係燒三米啊嘛，喂，加多行窿啊，應該一二三四五加多行好啲。呢個危險啫。跟住撩炮，撩撩。啊，呢嚿撩落嚟呢嚿。唔係，而家都係撩㗎啦。如果撬啲鬆散嗰啲石，先至埋位俾人裝炮。張敬文係呢個地盤嘅總炮王，喺80年代初入行，做咗接近30年，處理過唔同類型嘅爆破工程。燒炮呢行即係要預備功夫，一定要做足。咁嘅損失嘅機會係最少嘅，尤其呢行要求就係最嚴格咁樣噶。最簡單一個轉機轉嘅窿啱唔啱個設計嘅要求，同埋裝炮之前有冇啲窿啊？有淺有深。假設你淺咗，如果裝同樣嘅藥啊，咁啊製造咗飛石啊。呢間炮係四米噶嘛？係，應該而家仲有十零個窿。十零個窿到啦。個零鐘頭啦，4:30裝得噶啦。啊，4:30應該得。好嘛，哦。呢個工程預計喺2014年完成，而家趕緊工，每日會進行兩次爆破。佢一驚，我燒唔穿啊！燒驚呢嚿嘢咧，你越燒越薄咧，呢度有啲危險。係啊，你變咗燒齊口好過。做隧道咧係24小時唔停嘅，咁通常都係有兩間嘅，12個鐘頭一間。嗰啲工人又好，前線嘅工程師又好，或者科文又好，咁佢哋都係朝八晚八，咁啊喺個隧道不停咁工作。因為燒炮時間我哋規定喺度啊嘛，工序其他已經好緊湊嘅，所以準備功夫啊、編排啊、人手方面啊，一定要真係。要點講啊？真係要專業嘅啦。呢度一來唔夠燈，二來咧嗰啲風袋咧，睇下可唔可以薄長啲，入邊又黑又濛，嗰啲空氣最差呢度。做地底咧，空氣就比較會差啲嘅，咁氣温都到成32-33度嘅啦。試過我哋以前落完石屎，有啲石屎散熱咧，咁嗰個都會有成38度嘅。辛苦是一定的啦，如果是都有個滿足感的，因為起碼我即係咁大型的隧道啊，同埋鐵路系統啊，咁有份參與。如果冇興趣咧，喺呢行都唔係咁容易適應咯。根據礦務部最新資料顯示，依家全港有108位註冊炮王。法例規定在地盤只有持牌的炮王才能夠運送和處理炸藥，所以每次點收由礦務部送來的炸藥，張敬文都會親自處理。最緊張應該是炸藥來到地盤，成日都警惕自己呢個危險品嚟嘅，一定要細心按工序。如果我哋有損失，對人哋唔負責講啊，
可以吊銷牌照啊，其他嘢自己喺呢行啊，要即係講都冇出路噶啦。赤崗係三道距離同埋相約，全部啱數。幾點響到啊？呢度七點啊，希望七點，夜晚清場。呢、這個程序咧就係話咧個炮王咧而家開始扎呢個起動雷管，而樣樣嘢準備咧就開始啲機械要撤退，咁所有工作人員都要撤退噶啦，留低兩個炮王喺度嘅啫。哦，因為響完炮，多數我哋咧15分鐘至20分鐘到咧，就開始行到去車炮。車炮即係話防止有啲炸藥冇全部燃燒到，我睇個燒個成嘅效果理唔理想。都有某程度危險嘅，因為咧始終嗰個空氣啊，同埋嗰個視野啊比較差啲啦。有時會有啲成日佢裂咗，會甩落嚟嘅，咁嗰啲就要注意啦。我哋 check 炮通常個逗留時間大約係10分鐘左右嘅。嗰、那個效果理想嘅，同埋冇盲炮嘅，三成真係好興奮。一日工作啊，已經順利完成啦。咁啊，大家都平平安安收工，翻屋企休息，咁啊迎接聽日嘅工作，聽日嘅挑戰。所謂集速索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面夾加一條5克或者以下嘅爆炸線。咁呢度有個活結嘅，你將呢線咧擺咗兩裏邊之後咧。咁然咧就變成呢度一扎啦。同建造業其他工種一樣，爆破呢一行人手依然短缺。周耀東從事爆破嘅工作30多年，亦都經歷過低潮。喺3年前開始，佢兼任導師，為呢行培訓新人。我做咗咁多年啦，咁我對呢方面咧，亦都係或多或少有啲感情。因為而家咧就喺香港嘅嗰個基建工程咧。就好多好多啊！個人手啊係比較少，咁我當然希望香港一路一路繁榮落去啦。咁啊，你需要有咁嘅人先做得到啊嘛。喺參與過嘅平整工程之中，藍田嘅啟田村係周耀東最深刻印象嘅項目。佢最初個環境咧，同安達臣道地盤咧係好接近嘅，都係一座山。咁我記得喺1989年開始爆破嘅，咁經過大約3年左右咧，就形成而家咁個樣啦，起曬好多高樓大廈。咁有時經過咧，一望，哇！呢度啊已經起咗樓咯喎，將個山頭變成一個咁大嘅住宅區，可以容納幾萬人喺度住咧。即係喺自己嚟講咧，有份參與過，都覺得係一種滿足或者係自豪咁嘅感覺。我大約參加過港鐵嘅6個工程項目啦，每次搭地鐵咧，經過翻以前做過嘅隧道啊，有啲感覺，期間有啲苦與樂啊，咁有啲滿足感嘅。西港島線完工2014年，咁都叫做會好開心咯。
即係咁多條隧道都係預期完工，希望即係港島線都係一樣啦。我哋再一工程咧，三個站連埋一齊噶嘛，所以最大嚟講應該呢啲嚟講。通車我一定同家人一齊嚟，翻去我嗰啲乘坐一定要搭一次，睇佢建成咗一個樣。即係好似呢個西咁啊，有咁大工程啊，自己參與真係一生人冇幾多次，真係最大滿足感。